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 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一下这个叫做 No Man's Sky， 是吗 ？No Man's Sky， 对啦，差不多啦，无人深空啦，是不是？还是 No Sky Man？ 哦 ，No Man's Sky 啦，抱歉。哦，这款游戏呢，现在是夏季有打折，所以说老头就马上把它买下来了。为什么要买它呢？因为呢，它曾经在 Steam 造成非常大的轰动哦。什么样的轰动呢？你们自己打无人深空，在 Google 一定一大堆有的没的，好不好？那它近期内更新非常多的东西哈、哦，那好像有改善了许多、哦，所以说我们来玩看看吧。从来没有玩过，然后一直非常有兴趣啊、哦，但是呢，那时候看到那个情况真的是有点不太敢买啊、哦。不过呢，既然都打折了，然后又改那么多，当然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玩看看吧。那这个有四个模式哈、哦，正常、求生、永久死亡、创造。那我们基本上什么都没有玩过嘛，我们就来玩一个正常好了。OK， 我们就直接来玩正常，废话不多说，正常。啊，这游戏呢就是一个身在一个没有人的星球里面，然后你就一个人，所以叫做 No Man's Sky。然后呢，你要在不断的寻找物资，然后拜访新的星球。哦，感觉还不错啦，这个类似沙盒式游戏吧。哦，我们就拭目以待好了，反正就玩看看嘛，新的游戏新的体验嘛，不然每天都方舟真的是会吐。偶尔休息一下，不玩方舟也是没什么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每天都看同样的面孔，同样的面貌，是不是该点来点新鲜的啦？是吧？啊，然后这个读取实在是有点慢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哦，读取完了，来出实话。哦，有中文呢。我在求实话。卫生系统已启动。好了，破音呢？这 Google 小姐有问题。已启动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跟游戏跟之前那个游戏画面差不多。需要修复。我、哦哦哦、这是哪里啊？推进背包启动。啊，这个飞船是我坠毁的飞船吗？运作中。好，现在是初始化程序。欧几里得银河系新发现，微雨放松充足众多。哦，这边还有这个地球，不是地球，这个星球的一些零零种种。哦，我想要爆了 ，BGM 弄小声一点，抱歉。音量，不是音效啦。算了，都调50好了。特效、音效、特效，我觉得都调个50好了，不然就有点吵。好，呜。啊，这要怎么用？哦，拿出我们的枪哦，这是扮演着一个坠毁的一个概念吗？什么东西都没有。然后这是什么互动？启动推进剂严重受损，按下 Tab 打开道具栏，垂直起飞系统，重要的起飞降落系统哦。建议呢，使用的是念布吗？布补充推进器，发射程序启动前需要补充燃料。按 W 起飞前往按 W 自星球起飞，按住 Shift 启动飞行中的加速。所以说我们现在呢需要一点装备之类的啊，我们这都故障了，需要一些锌啊，类似像什么凯莱特合金板啊，还有这个是念锡吗？哦、啊，我们这边这两个部分坏掉损毁了，我们现在只有这个合金板。好的。好，按一离开，我们要修理一下这有的没的 啊，恢复点已储存。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做什么。哦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可以攻击他哦。I'm sorry， 我不是故意的。哇，拿到了碳呢，好屌哦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哎呀，啊，这树也可以采哦。随着时间强化套装中的道具能干嘛？收集了铁还有碳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在干嘛？
按下 X。哦，这是我的装备栏哦。我现在有碳，这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啊？我说真的，我有点看不懂哎。我们摧毁它可以拿到铁。嗯？哇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攻？为什么？哎，我做错了什么？不要，会死，我会死。哇，过热，为什么我一开始都遭受敌人的攻击？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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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话好说。哇，我拿到了帛，还拿到了心。去死吧！我真的会死，我真的会死，没人跟你开玩笑。好，解决解决了。天啊，有没有办法自己回血啊？刚刚这里是怎样啊？巡逻部队撤离。这什么？瓦勒拿到了一个微中子模组，就是一直不断的探索拿新道具啊。已达到旅程新的里程碑啊！什么鬼？初学者摧毁一名巡警啊！我已经摧毁了啊！这武器还会过热哎！这游戏，来，碎哦！我们身上好多铁哦！好，我们需要不要让他那个修理太空船推进器？按 Tap 再按住一 ，Tap 一。哦，还可以传送道具哦，将强化套装组传瞬间传送到太空船，可以吗？哦，真的呢，哦，原来会传送哦，按中间是舍弃，直接可以直接这样子哦，这么丢哦，那都通通就传送就好啦，就不用就不会有背包不足的问题了，是不是？我们去修太空船，我们太空船在哪里？对啊，这游戏有没有地图啊？没有，只有那个标记写一个像箭头的符号的这太空船，抵达啊，抵达。我看我们可不可以直接修？互动，推进器严重受损，按 Tap。我们要怎么修东西呢？我不会修哎，说真的，这个吗？按修理啊，不行，我们还需要清，还需要吸，怎么那么难搞啊？抱歉，我实在不太会玩。我们还有什么东西要修？瓦勒，这什么东西？现实似乎不断的在改变样貌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前一秒我还看到残骸，下一秒我看到巨大的红色球体，又大又亮，几乎让我无法直视。他对我了若指掌，比我都还认识我自己。这是造物者的样貌吗？还是我神志不清了？刚清醒的我被操控的鼓掌之间，这个名字在我脑中冒了出来。这怎么念啊？不会念。好，还有一个不是由言语传达的要求，只是我遵从这个生物的为我安排好的路，接受吗？指引好，接受指引好了。我感觉到一股可以温暖光芒充满了我，我迷失了，但得到了救赎。承认我的效忠，怎样？存档点是不是？我还可以飞耶！啊，这个可以用吗？受损的机械，哦，载到奈米机群，丢！可以在太空站买设计图。好的，啊，这是什么？氧化物。我们拿到了克罗，好多东西都不知道、哦，需要什么的认证才可以搜寻这个东西？啊，需要那个鬼东西的认证。好的。啊，这又是什么？炸了你！所以，我们材料应该还不够吧？我们可以把那生物给杀掉吗？烧了你！哎呦，你长得好奇怪哦！死了！这东西长得好恶心哦！被杀死了！被杀死了！这是给碳，还有什么碳？全部都是碳啊！这个呢？又是碳，我要怎么知道我自己？那个问号，我们去那问号那边看一下好了。既然有问号就去嘛，不要吝啬，是不是？哦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个星球看起来好屌、哦，那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嘟嘟鸟、哦，怎样？剑龙是吧？这会不会咬我啊？应该是不会吧？拜托不要咬我，不好吃啊！我超级不好吃的。哦，用飞的好像感觉比较快哎。
前面那是什么？维生系统还有75%，什么意思啊 ？What happened？ 这边所有动植物产出来的东西都是碳，都是碳。怎样？我还有体力限制吗？哎、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会发亮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哦，知识石，你学会了维京族语的闯入者新语言，就可以跟他们讲话，是不是？学了新语言可以跟他们说话，了解了。我们再继续跟随那个问号看看好了。哇，那边还有一个好大的蓝蓝是什么东西啊？大蓝蓝。这个星球看起来是什么都没有，好恐怖哦！感觉我下一秒就要被吃掉那种感觉。然后这边有盛产铁，然后这是给什么？这盛产什么？盛产碳，全部都是碳。诶，丝哦，需要强化，强化停采矿雷射。所以说我们没办法采这个，我们要强化过我们的武器才行。哎，我看到了。问号在那里，然后那边还有一个机器人，那是敌人吗？发现了牧草地，我要小心翼翼的。我觉得那个会攻击我、欸，哎，我觉得他会攻击我、欸，哎。采矿机是敌人吗？不要杀我、哦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哦。Hello， 一个人吗？哦，欢迎来到银河市集供应网。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卖什么东西。克罗，这是我的东西还是他们的东西啊？莫言，哇，好多东西哦，可我都没有钱，买不起啊，买不起。这是出售啦，啊，难怪从银河交易网购出来的。哦，啊，我们好像也买不起这个啊。我们的钱在哪里看啊？哦，看到货币，还有个奈米机群，奈米机群是他们说可以拿来买那个嘛，对不对？拿来买什么东西，我忘记了。好，就只能看而已。我们继续到这个地方，这是我们刚刚要来的这个问号是吧？开一下，拿到了什么？未发现的资源，刚刚突然闪了一下，什么东西都没出现，该不会是？我不知道是什么哎、欸，算了。啊，维生系统怎么办？可以补充吗？要用什么能量罐？我完全不知道这怎么做哎、欸！完了，这都没教学，会死人惨啊！互动，这什么魅力珠是怎样？提高你的地位是吧？是。那我要怎么提高我的魅力呢？装在身上吗？啊？这是干嘛的、啊？完了，我不会玩。我北向胜啊！这什么？开灯跟关灯的概念嘛，嗯，这个需要这个才行。哦，这里可以存档啊，太好了，耶！记录点，哎、欸，那这样子恢复了吗、啊？没有啊，维生系统还是没恢复啊。你搞屁！这是什么情形？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感觉恐怖呢。好啦，这不是重点啦、啊。我要怎么拿到我要的道具啊？算了，我们在这边记过点了。这是存档的，对，这是存档。哦，那边还有个问号，我们往另外一个问号前进吧，追寻我们的问号。这不能踩。又是碳，什么都没有啊！继续走，继续走。那个问号是不是在这里？哎、欸，问号去哪里了？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问号了吗？这是前面是我们的飞船嘛？然后这是我们的记录点，问号不见了、欸，是在耍我吗？哦，我看到了，问号在那里，好远哦。他写什么？抵达数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哎，哪里搞 ？F 是补充 ，C
充能完毕，扫描器，这可以扫描哦。我的，哎，我们可以修嘞，分析护目镜，维修一下。哎，啊，不是严重受损吗？他刚叫我按哪一个？哎 ，Q 是干嘛？丢东西是不是？哎 ，K S 是选单嘛？补充。哎，选择。按下 C 可以扫描。啊，还需要碳是吧？扫描器需要碳哦。哇哇哇哇哇！你不会攻击我吧？我们来采一点碳。好，碳要50个嘛，慢慢来。我们看会把自己身上的装备都修一修。哦，50个了，我们来修一下哦，这个吧。Yes， 修好身上的装备。为采矿机补足。哦，是这个碳可以弄到采矿机哦。哎，这干嘛？靠，要按错了，抱歉。知道怎么使用啦，没有教学啊。就这样子而已。啊 ？What happened？ 我越来越不理解这游戏了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还可以切换巨火开灯。然后这个是照片模式，维生系统要怎么修？道具内无燃料，哦，没有燃料可以修。然后呢，补充。哦，采矿光束要需要这些碳是吧？了解了。初始能源。好，通通都是初始能源，非常好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问号在哪里？我们要寻找一下我们的问号。我们为了看到了，也太远了吧？算了，为了爱，我们要前进。为了爱前进吧，男孩。用跑的，奔跑吧。然后无人升空降，这个人都不用睡觉是吧？哦，在扣体力，维生系统还有50%。等等，我会不会就死在这里啊？可以在太空站购买设计图。先让我想办法到那个问号点吧。在这里啊 ，Tape 中制作卡莱特金属板，这里没有啊。这个我根本不知道怎么补充，你知道吗？就真的没有那个维生系统，是要怎么补充？还是说可以用其他来做？对啊，没用啊，完全都不想理欸。不理会我，快点！我趁我们维生系统挂掉之前，赶快先到前面那个地方。灵骨，哇！太空船，哇！我们找到一个太空船了，すごいね，すごいですね。而且这里有钛，哇！打不掉这个钛，哇！那个钛打不掉欸。看下这太空船啊！哦，套装升级 ，Oh my god， 这是送的吗？接收道具，当然接收啊，这还用讲吗？多了一格哦，修改科技，就是怎样体力强化、哦，我们还差铁就可以学了，喷跑距离加 0.4， 啊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哦，这还有成长系统这样子。我们可以把它打掉这只，让他知道我们不是好惹的。再见了 ，None。等一下，还有别处传来攻击吗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你卡在这里？你想干什么？完了，他呼朋引伴了，千万不要。他卡在这里，超笨的。耶、yeah, ，拿到了帛，其他敌人应该不会过来吧？好，撤离了，撤离了，太好了，我们这边存个档。水，新发现，看一下拿到什么？啊，生命回复剂，
哦，回血了。氧化物拿到什么？防雾罩碎片。这个可以开吗？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怎么用的哎。装置传送，我们传送回去好了。这个也传回去好了。克罗也传回去，这也传回去。好了，为什么要装在这里啊？这不是可以学东西吗？还是要站在里面才可以学？我好奇看了一下，不行欸，奇怪，还是这已经算是已经增加了？好吧，我们要到了这个一个点了，我们还是没办法修好开太空转这个装备啊。这个也弄不掉啊！这互动，哦，这样互动就可以拿了。薄，这什么铁？太好了，有铁。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拿？那前面有个问号了。我们维生系统快不行了。哎，不对啊！那个扫描器怎么不见了？难道说这只能用一次而已吗？感觉那只能用一次哎、欸。碳用完了，来一点碳，碳要20个。好了，马上就有了，不啰里吧嗦，学一下。安装完毕，这样就算有了吗？哎、欸，原来这里可以学这个、哦，安装科技在里头、哦。哎呀，原来如此啊，如此这般啊。嗯，这个是后来可以学科技用的、啊，所以说这些点了之后，搞不好可以学一些其他的制作东西，是吧？怎么办？完全找不到我们要的资源，我们要怎么离开这里啊？有没有办法现在再看一下任务啊？记录吗？道具蓝 tape 中制作卡莱特金版空白键。靠北啊，原来在这里啊，浪费我的时间。知道怎么做？50个铁就可以做了，非常好。那我们是不是走的有点远啊？我们去太空站，我们回头好了。我终于知道要怎么做这种鬼东西了。抱歉，浪费了一堆时间在那边晃。晃很大，走吧，我们回家。这是铁，我要。来弄50个铁啊！等一下过热了。好的，哦，这样就35，还不错多啊，也不会太少。哎，我们现在离这距离，哦，还有一段距离，哎，有点远。有了，原来要按一啊，这样就可以做啦、啊。好咯，原来是要按一，早说嘛，让我这么累。那还可以做什么？网络晶片哦，能量胶囊哦，这个就是维护那个，这叫布根碳。啊，碳怎么拿？啊，不，碳布碳知道啊，布怎么拿？布要采草吗？不要采草是吧 ？Hello， 你好。哎呦，你不要吓我，抱歉。杀掉他会给铁是吧？我们来做一下维生道具好了，维生机器啊，不是维生道具。而且那个大的蓝到底是什么？我还蛮好奇的。说真的，还蛮好奇的。哎、欸，我看到那个蓝色应该是布。好了，不要吵啦，这是薄啊。这不是布啊，布在哪里拿啊，大哥？快给我布！难道布在你身上？没有，你只会给铁而已。等一下，那个红色发亮的是什么？难不成是布？真的？我的天啊！原来布在这里。
哇，那我可以做维生系统啦，可是也太少了吧？哦哟，这边很多，这边很多。哦，那我必须先做一下维生系统了。没来跟你开玩笑哎、欸，我想先做这个，不然我真的会死。好，先做了，不管了。然后补充一下能量罐，能量罐呢？啊，要把它传过来。啊，距离过远，我会死啊！再一点，好的。这是什么稀有物种吗？博互动，再来。不是啊，维生系统没办法传送吗？他写什么？太空船距离过远。维生系统，干嘛死了？套装能量电池耗尽。没戏啊！不要，大哥，有话好说。真的，撑住，有话好说。我们这就赶快维生系统弄一下啊、哦。Now， 你这个小淘气，来，维生系统，好，好了，好多了。然后呢，我们需要一点能量嘛。好，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吧？离开星球，怎么离开？他没有叫我怎么离开啊？嗯？欸，这可以升级是吧？补充。欸，我以为可以学这个哦，哇，原来可以升级，我现在才发现。哎，之后再研究，可以玩的东西真的实在太多了。好了，我要怎么离开这里？离开行星。按 Shift。哦，有了，飞起来了。等一下，我的推进剂能量要没了，我会不会死在半空中啊？哦，我们终于离开这里啦，要去新的行星了。死狗呢？太空船起飞达成。哦，欧基里德银河系，你已经发现了这个系统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要怎么要去哪里呢？未发现。好。我们会发现，我们去那个地方好了。我、哦、这还可以炸、哦，可以炸掉吗？进行扫描，炸不掉这个，哎、欸，炸掉、哦。哇，这样炸还可以拿到东西是吧？这么屌，取得超空间驱动科技，制造空间驱动器。啊 ，shoot！ 哇！我、哦、差点撞到，还好。来，我们去前面那个行星哈、哦，同时按住 A 跟 W， 脉冲，哇、哦，越来越快了，我的天啊！哇、哦，两个按住直接爆冲哎、欸！哇，这个实在太屌了！我们要到那个星球去了。哦，我来了。哇！有点失控，有点失控。等一下，我有点失控，我有点失控，我头晕了，哥头晕了，哥有点头晕了。等一下，再怎么下去？进去了 ，yes。下来，扫描一下。外星传来讯息，外星传来讯息，来，我们准备降落喽！俯冲，俯冲！传来讯息，我不知道怎么接收啊，不知道。下去，
我们降落在这里好了。该降落在哪里呢？我头晕了，我头晕了。好，降落在这里。启动降落程序。来吧。降落区域未清空，我们找个清空的地方，这里好了。这里可以降落吗？有，就是这里了，太好了 ！Yes， 我们来这边采集一下那个能量吧。哇，树林。OK， 好吧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先玩到这里哈，因为我觉得这款游戏呢还需要很多时间研究啊。然后我们又在欧几里斯银河系又找到新发现了，不知道是哪里哈。那这款游戏就是不断的找新的星球、新的物质、新的资源，然后可以盖房子。好，那这款是目前是试玩啦。如果各位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啊，喜欢越多的话，这个系列会越出越快哈。啊，或者在下方留言说出你想要的感想。感谢你们收看，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次无人升空再见啦，拜拜。